现在是不是该我出来说你好小龟？我不是小龟，我是妖怪。妖怪，明白吗？妖怪，这是戏里的一幕，妖怪去抓王子，王子吓坏了，咯了咯了。哦不，救命救命，妖怪来了，我害怕。哦，你应该装出害怕的声音和害怕的样子，小狮子。啊，救命啊救命啊，妖怪来了，救命啊，妖怪来了，怎么了、啊、怎么了，干什么呀，出什么事了？救命啊，你真的害怕了是吗，小狮子？害怕什么？妖怪，妖怪在哪儿啊？在我们的戏里，我们正在排练。哦，我能看看吗？等戏排好了，今天晚上你来当观众。哦，太好了，需要买票吗？那当然。我刚才演到哪儿了？可怕的暴风雨。哦，我能做出风雨的声音，你们听着啊。呜呜呜呜，哎哎，嗨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嗯，哦，怎么会有一顶王冠？我在戏里演王子。戏？今天晚上你可以来看戏、嗯、我不当观众，我也要演戏，我要演公主、嗯，这出戏里没有公主。啊、嗯，应该有啊，好看的戏里都有公主，我们只有一顶王冠。那让她当公主吧，我倒愿意当那个可怕的妖怪。好吧，好吧，王子换成公主，可你得多排练，小熊猫。我知道。今天晚上就要上演，我们必须排得完美无缺。嗯，我知道。好吧。我再从头说一遍：从前有一位公主。谢谢，我是一位美丽的公主。小熊猫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唱歌了。可这不是公主唱歌的戏。那你也没告诉我呀。好吧，就算她是一位爱唱歌的公主，唱吧唱吧。天气晴朗，唱歌的公主在森林里散步。怎么搞的？她干什么呢？还没有到暴风雨声呢，小龙，现在是晴天。哦，那就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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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气晴朗，在森林里。哎呀，小狮子，你破坏了和平呀！还不该妖怪上场呢，啊、你冒场了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天气晴朗，在森林。瞧啊，这出戏说的是一位美丽的公主，而不是一条傻乎乎的龙。小龙，停，停下来！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是鸟叫的声音嘛，对吗？对，只是声音大了点儿。嗯，好吧，咕咕咕咕。接着演吧。凶恶可怕的妖怪跳了出来。小狮子，该你上了。小狮子，该你的戏了。我是可怕凶狠的妖怪。熊猫，你怎么了？小熊猫，小熊猫，小熊猫，你听得见吗？小熊猫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是不是很凶啊？小熊猫，凶狠可怕的妖怪把公主吓晕了。他只是在表演，小狮子，晚上演出的时候你要再凶一点。来吧，咱们继续排练。来吧。现在是正式演出了吧？对。请原谅，我要买张票。这个戏叫什么名字啊？请告诉我。熊猫公主。我给您留着剧院里最好的座位，先生。嗯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等我们的观众坐好了就开始。这个座位确实不错。准备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哦。从前有
有一位公主。谢谢。我是一位美丽的公主，她住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里。哦，神奇！小龙，快看呐，我的魔法！我就住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里。有一天，在森林里来了一个凶恶可怕的妖怪，凶恶可怕的妖怪。小狮子，凶恶可怕的妖怪，小狮子跟你商量。我不敢出去。这紧要关头啊！我演错了怎么办？你完全能行，快快去！我不敢，我不敢。能行，去吧。那凶恶可怕的妖怪一定不会来。公主留神啊！公主演得真像啊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你觉得演得好吗？谢谢。太好了，太晕得够了。那凶恶可怕的妖怪把公主捆了起来，还偷走了她的王冠，然后跑回城堡。真倒霉，怎么才能把王冠弄回来？天黑了，森林里出现了可怕的暴风雨。小龙，我的西装吹跑了。小龙，小龙，暴风雨太多了。小熊猫，你快继续演呐！没有服装，我不演了。可是演出必须进行下去，把风停下来。这个时候，凶恶可怕的妖怪占据了城堡。该我演了吧？对不起，什么时候上场？现在。好，我来了。那我现在还不能上。我占据了公主的城堡了。公主偷偷监视那凶恶可怕的妖怪。我暗中监视那可怕的妖怪。公主一直等到那凶恶可怕的妖怪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对，睡觉。然后她念了一句咒语：阿西，阿布拉卡达布拉。知道知道，阿布拉卡达布拉。妖怪将成为我的朋友，这个戏有个快乐的结尾。妖怪醒来的时候变得非常友好。妖怪永远是他的朋友。剧终。啊！一条小龙拜访美丽的城堡。剧终。美丽的公主还有很多奇。哎呀，这是一出好戏呀、啊！公主好，妖怪好，说书人也好，真好。小龟，再编一出戏，马上。对对对，再编一出戏。我们一起再演一出戏好吗？下一出戏叫做《小龟公主》，我一个人主演。我能演国王吗？我能演国王吗？小龟。